任达华同霍士合作，唯一条件一定要在香港拍。很多艺人都渴望可以冲出香港，走向国际。不过正所谓饮水思源，冲出国际都要好像任达华咁不忘香港。寻日华哥就专登去霍士在香港举行的派对，问到华哥会不会同霍士合作，华哥就话只要应承佢一个条件，佢非常乐意合作，就是作品一定要在香港取景，希望藉此推介香港的靓景，吸引多啲外资嚟香港拍戏。华哥真系冇得顶啊！之后咧，即刻赶住正话影咗几张相。咁因為又籌備嗰本書咧，咁啊影翻幾張夜景嘅相。籌備咩書啊？咩書？相集啊？攝影集。街頭嘅相咯。街頭相。因為香港夜景真係好靚，咁我其實想影翻啲夜景嘅，你有同佢哋傾過係啦。咁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世界純粹嚟撐場啦。咁佢 Fox 除咗網劇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唔同嘅電影嘅，咁而當地有好多朋友喺度聚一聚嘅，咁我都係喺電影都咁耐啦，咁同朋友聚一聚咁樣，咁都好啊。Fox 佢哋拍啲網劇喺香港拍，咁都係我覺得好事嚟嘅。會傾下合作啊？嚇？會傾下合作？傾下啦，傾下啦，傾下啦，因為我暫時而家都一路都忙緊拍電影。咁又要走嚟走去，咁所以咧暫時未有時間。即係個期可能已經去到年底啊？你啲我期都去到九月啦。個工作都去到九月，咁我希望出年咧，如果佢哋真係，我首先有個要求，如果佢真係要拍嘅話咧，必須用香港做。如果Fox 佢哋拍一部戲，拍一個網劇又好，如果唔係用香港片嘅話咧，我諗我唔會拍住。即係如果係有咁嘅條件或者有咁嘅希望咧，希望佢哋係以香港夜景為中心，拍一個有關香港嘅一個 series， 譬如五集就好，十集就好，咁你用佢嘅網絡咧，去到全世界，咁就知道香港係一個好美好、好有希望嘅地方。